我喜欢的人做上一百道菜，他肯定也会喜欢上你的。肥牛先用开水化开，把洋葱和番茄炒出水分，加入清水，根据自己的口味放入咖喱块，接着放入乌冬面，还有最喜欢的肥牛，盖上盖子先焖着。草莓的季节，来做一份草莓红茶吧。你们觉得这样的一杯能不能开家奶茶店呢？乌冬面焖熟了，撒上葱花，满屋都飘着咖喱的香气，闻起来全身都暖暖的。来，老规矩，先给你们吃一口。这么暖心又简单的咖喱乌冬面，快来你的男朋友给你安排上吧。